本节目由百事可乐赞助播出，有百事，宅家也百事可乐。本节目由一键清新、一键亲近的绿箭口香糖薄荷糖赞助播出。哎，哎。可惜你看那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椰子味儿，那个是柠檬味儿啊。那我要椰子味儿，还有椰子味儿呢。呀呀，出了出了出了！呀呀呀，还挺香的。香，我觉得家里有一个咖啡机，非常能提升幸福感。嗯，可说呢，你说夏天来了都。你瞅我这晒黢黑。你希望自己很白吗？我当然希望自己白了，但是我天生它就不白，因为本身就胖，要完了还黑的话，就感觉热，这个人热，看着就热，看着这个人就热。我又不爱穿那什么防晒服，而且哈、啊，它就有点那种感觉，就是我永远不露它，它就是白的，但你白的就别人就看不见你白啊，就像一个沙发套一样，永远干净的你也看不见。对。看《乞儿天下》吗？公子，我能看一天，我老爱看了。守护姑娘去了韩家，没有发现燕应州的踪迹。那画质好好啊！现在电视剧好像都是。诸位，今日是我韩玄灵寿辰之日。哎，你说真的，你说真正大个地方，那远处的人能听能说话？那得靠这个丹田喊呐。他也是小说改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小时候可喜欢看这小说了，真的啊，初中那时候，你还不得谢谢我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怎么还有人敲门呢？是来宾吧？我想来了来了，开门开门，挺有张力呀、啊，自己打开了，你自己打开呗，还敲啥？假不假事儿，还给人敲，这还接了。给你们来带点囤货，这是哎呀哎呀呀呀，这是这里边是人呢，哎呀，整这便宜喽嗖的是吧？小卖店最便宜那点零食全让你包了，咱就撂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快请进吧。这小屋整不错呀，够咋的呢？你寻思呢？我参观参观啊，参观吧。孜然粉、白芝麻、胡椒粉。哎，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，请坐，请坐啊，好好。啊，你们这认识？我老在杨子朋友圈看见他。来一颗绿箭无糖薄荷糖，一人俩吧。我来一个，你来仨吧。我一个得了。嗯，哎，这个茉莉花茶味的好清新呀、啊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它这个包装挺有创意啊，有小狗、小猫。哎呦，它跟我还挺好的呢。你看，跟你不错，啥就直接就坐这儿了。我就有狗缘，我就属狗的。那我也属。那我属猪，我有猪缘。聊啥呢？聊这么热乎啊？聊小狗，氛围非常的好。就根据这个小猫小狗，就打开了话匣子了。你说，嗯，哎呀，只要吃一个绿箭薄荷糖，啊，一下就一箭千金。嗯，妈，那我太需要了。给你一个吧，你打开一下局面以后，哎呀，你干这干啥呀？你看亲近了吗？这不就你也吃了啊？那你们聊吧，我把杨子交给你们。你走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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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子姐最近挺有在话题上的，哎呀，就是说好作品不断呢，频频出圈呢，就是说就是火，就是、啊、可是呢，挡都挡不住，说哎呦，说鞋子咋整？哎呀妈！哎，你桃花坞你这次就没去？我咋没去呢？全程也去了，全程去，咋样呢？玩的？不得不说啊，我必须得跟你分享一下子，这一把的帅哥贼多。哎，我再跟你分享一个，就我，你说我特怕海啊，特怕水的一个人，王鹤棣就说，哎，辣木，咱们去海上瑜伽呀，我连想都没想，我说 OK。哎，我的妈！他水性特别好，他说要我们不穿救生衣，我说 OK。反正后来是穿了就下去嘛，我掉进海里七八次吧，也就，但是还是很开心。被拯救了吗？哎呀，必须的！你知道吗？那七八次的后六次都自己往下掉了。就是你知道那一刻，就是我坐在那个板上，王鹤棣就是拽着那个板往前游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泰坦尼克号的浪漫，哎呦我天，也就不过如此了吧。
那一刻觉得都值了，都值了，呛多少水都值了。就跟这一位男嘉宾互动了，那他能吗？哎呀妈呀，每一位男嘉宾呢？好福气呀、啊，好福气！你俩怎么截然不同呢？不是一个性格吗？娘子姐，名媛，不是我属于那种花。哎，我真不觉得我交际花。我上次还跟毛毛说呢，我说就是就交际花才这么说话。我真不觉得我交际花。我上次还跟毛毛说呢，俺们这个社恐的都这么说话。是是是，你自打说完我社恐之后，我就到哪都采访我说你说你是社恐。一提到社恐，脑子里一下就把它想起来了。你也不赖啊，我能跟你比吗？我俩的是那种不是一个类型的，他吧，他适合那种，我能跟人谈心，对他能谈心，你也挺有自己的路线，对，我啊走那个深夜的路线，对他走深夜的，就是走深度的，我就是浮于表面，大家乐呵乐呵。哎呀，可不能这么说，哎呀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去你家那次是我第一次去一个圈里的朋友家里面，现在好像也是唯一一个。是吗？真的，我的圈里也没啥朋友。你都流于表面了。都流于表面了，没打开人家心门呢，没打开都。我就是为了录这个我才回北京，要我多长时间都不回北京了。妈呀，蓬荜生辉了，可不咋，播种吗？这不是，哎呀呀，那借机得这两天不能白费啊，再拍点广告啥的。真是不耽误啊，都挺能干的，你俩挺能干、啊，能挣，花呀得，干挣不花。我朋友说我最牛就是个买一个保险柜，把挣钱都换成金条，天天半夜自己打开保险柜查 看。反正我现在沉迷于健身和做饭，现在就是一整个就是精致，晚上给你们露一手乱炖，那不咋精致，搁点大酱油。哎呀妈，你现在别说太早，一会儿奔儿巴的你得吃老香。吃不咋的，你那老乱炖。哦，对，我给你做过。别闹了，那搁这儿，你说你要没吃过，你吹两下，吹两下了。不瞒你说，这乱炖我做三天了。哎，你俩真是算是我认识的朋友里不爱拍照的，我很少看你俩，你根本就压根你都不发自拍的哦。不会，我不爱拍照。表情啥的都可不灵活了。他说你能不能微微笑？有点做作了，然后就大笑。咧咧，我会到咧吗？啊，但你确实挺会拍照，是吧？就是咋能那么会拍照呢？马上带你拍，咱仨就拍那种，就咱今天就是走那种时尚杂志封面的感觉。你看没看过一整就咋走啊？什么拍法？是那样拍法？我知道那个。然后那俩人，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，你这时尚吗？你。还有那种 Vogue 特别流行，就三个人这样抱一块儿。哎，我找几张，咱就 cos 一下子。来，就这种。我的妈！那表情，你看人，就是要死不活的，就是。但我一拍照，人家说你笑一点。雪琴，你能不能高兴一点？你说我这是时尚？你就告诉他时尚。确实挺难的。咱仨拍这个行，行，在哪呢？我看这一啥，咱以这帐篷为背景吧，就假装咱们现在露营去了。不会太滑呀？那窗帘呢？把那拖的挪走呗。不行，这俺们客户挪不走，挪啥也不能挪它。防盗门，防盗门，防盗门。搁这儿呢？哎，这儿也行，这行，这还有俺们背景呢吧？不，你没有手机支架吗？没有。谁拍呀？我俩问你谁拍呢？你不刚才老自信了吗？手机搁那呗。那请问谁来拍呢？咱手机架那块儿呗，搁这瑜伽垫上吧。咱自拍呢，要不自拍就不时尚了。雪琴，你过去摆一下，我看。削削微的有点高，哎，其实这个高度好。毛毛，你坐过去。你起来呀，俺们在这时尚呢。他是不是感觉我俩现在就是平起平坐了呢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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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妈，这一、哎、这一裤子这不时尚啊！我操，仨人干啥？看到这儿观众就懵了，如果不是从头开看的话。雪琴，你再稍微往前点呢，给我留个位置。雪琴，再往前一点。哎啊，不错！我搁最前头啊，我脸这么大呀！我给你们定个时啊，表情啊，表情、啊。我不就想笑。
表情，让你笑的时候你不笑，这时候想笑了，快点快点，十秒，等会儿，我是这样，哎呀哎呀，表情啊表情，这整完了，完了，你看一下，拿过来我看一下子，我还有那味儿吗？其实还行，毛毛，你再往前，你再往前点，咱仨这还行，咱仨确实比我想象的好。对，咱仨得紧凑一点的，咱仨特别像这个。哎，好像在还原，咱仨在还原这个。那开始紧凑啊，紧凑，咱仨的。还行，我要有那味儿了啊！咱就说时尚二字，还得再打光，咱这光也差点，咱就调成黑白的，调成黑白，解决不了的照片就调成黑白。真是哈，一笑就显得不行。对，就不能笑，就是拽死我了，太时尚了。还真挺时尚。嗯，快给我整个长毛的！哎呦我，你在这身上。我跟我几个小伙伴们，我们定期的就是互相化妆，就化那种特别奇怪的妆，然后拍照。我看你有时候就在家有舞蹈的那种。嗯嗯，我会跳。来，雪琴，别停了，接着跳舞。你挺紧凑啊。一看就刚录完《桃花坞》，确实是太卷了。干，来，就是咱就跳那个刘畊宏那个健身操。我可跳不动啊！我衣服一脱，咱就是个运动服。哎呀。得脱成啥样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有备而来，你可太吓人了！你是真会呀！就从那个小品一直演用到现在吗？对对对，就变装，随时随地变装。今天带毛毛和雪琴，我们跳健身操。自己找位置啊，全在中间吧。一会儿退那步，我往前行。我其实平时特乐意跟着这些视频跳操。妈，我都。哎呀，我跟你俩跳的是反的呢。还有呢，别划水，雪琴。我从倒影里头看着你了。还能再来一遍？不能了，先这样吧。留点循序渐进，对，给明天的自己留点进步空间。媳妇，看我电视。啊妈，挺紧凑啊，这节目。是这个吗 ？No！ 哦！救命！怎么会有这个？我这疯了！有没有你的猎奇？有，也有你的，每个人都有。那就行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我。你那时候不发？他指定发，但他拒绝了，他不让看。哎呦我！毛老师，你偶像包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毛老师。还可以拒绝，咱俩为啥不拒绝呀？不知道，我寻你那节目得敞开整呢。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哎，我们的大家族，在我们班有一个大家族，南风家。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你是哪个？我是这儿的吗 ？C 位，咱还有个人物简介。人物简介，你是谁？我是。欧小七，欧小七，救命！是个花心大萝卜吗？欧小七，欧家老爷，怎么还是老爷呢？为啥是老爷？你为啥叫欧家老爷呀？哎呀，你这挺东北啊！欧小婷、欧小七跟南风铃的大丫儿，啥叫大丫儿？大闺女是吧？不是你，难道你那时候不是很流行吗？就是不流行，真的假的？内蒙古地区流行，还消子啊？那是、啊。
Oh my god！ 他们都有原型吗？都有原型，我告诉你都谁是谁。这个南风林，南风林，我这名我都这儿的南风林。天哪，我这些初中同学看着了不会杀我吗？他们都知道吗？就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？当时挺愿意的，但我觉得现在应该不太愿意了。我看我是啥？哎呀，还没完事儿呢，你这个家族大家族、啊！我天哪，一篇都写不下，二十来人。妈，看面前，我来看吧。一个破烟囱，跳了半小时，愣没跳上去。龙之谷当时跳不上去。我是你们永远的雪狼。对，那时候这是我初中的，哎，一零年。我决定归隐林泉，像傻子似的。你这个也不咋社死啊。是啊，你拿我的社死啊。我是说实话是这样的，上了大学之后吧，清理过一波，就找不着了那些羞耻的，就，嗯呐。我给你们看个初中照片吧。哎呀妈呀，那时候的小 pose 啊！哎呀妈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挺好的呀、啊。这第二张就有点太飞了。哎呀妈，太吓人了！这挺好看，这很可爱。你从小你就长这样，是一点没变，一点没变，铁的。嗯，我一直都没清理，而且我发现我有个习惯，我现在也有这习惯，就是老乐意发了。天天我和雪琴瞅的吧，那一到晚上，我俩你一条我一条，就写三天可见，跟这一个月可见那种差不多。哎，有那人一年也不发一条朋友圈，对，郭麒麟他就不发，完郭麒麟天天看别人，真的，我一天不发我都难受，我就感觉今天差点啥，没跟我的那个好友们互动。QQ 空间，那时代多好，黄钻，对，黄钻，完了还得放歌，汪苏泷的歌曲，对，我为啥我说从小就听龙哥的歌啊，就是因为他老在 QQ 空间就用他的歌，都是汪苏泷的歌曲，对。咱俩纯粹是一个年龄段发生，其实咱都是一个年龄段的，但他不往出展示。我可以给你看完，你选择性的话。哎，行行，给我看看，我看一眼，完咱念念。你好好选，我好好选，你放心吧。但我那个老虎了，来，我给你选择性。没事儿，默默看，默默看。不行，我接头。念一个雪琴，我不看了。你先，你别，雪琴念，大胆的念出来。我给你找找啊。我给你念，知识改变命运。哎，这个行，你真正能量、啊，正能量吗、啊？最近谁给我邮东西了？邮苍天去了？你这啥？这啥寻物启事啊？你这有啥不能给看的？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哎呀，有文化。你这啥也没有啊？真啥没有？没有啥值得看的都，我都念都不想念。别念了。妈呀！先闭一下嘴唇，看一下你今天发。哦，马老师，我签。马老师，马不签现在健身练老壮了，是吗？我好久没见他了。这是那个啥吗？咱们年夜饭吗？年夜饭。咱俩搁那呱呱吃呢，咱俩抱着呢。你俩这么老多素材呢？那正好那一年我们俩真是老在一起碰着录节目。嗯、快下一个，还有呢？好甜呀，还有呢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妈，这是他们剪的还是？对，他们剪的，我们俩没合作过。我们节目啥时候能请来张晚意呀、啊？你也喜欢张晚意是吧？我俩研究一季了。你们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不能让你们不认识他来这儿，你就那管他呢？妈，他坐着就行。还得是你不认识能咋的？还得是你。我俩还特别巧，我们两个之前文荣奖，他是那个最佳男演员，我是最佳女演员，然后我俩坐一块儿。那我都没要上微信，说话了吗？没说，没说，真废物！你咋没说话呢？社恐吗？不，那我真那时候社恐，我一到那时候，你看这功夫要是有个绿箭，你不话题不打开了吗？那时候没想到呢，忘带了吧？忘带了，你就应该呀，打开你的绿箭。那你说那个，哎，晚意吃个薄荷糖吧，吃个薄荷糖。说晚意啊。给我一个吧，但我冥冥之中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有机会合作，真的，吸引力法则。来吧，两位女士，嗯，我们有一个理想型世界杯，就二选一，哦，可方便吗，杨子姐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方便，我方便。我们说的都不是那个人啊，就是那个类型的人，类型。马伯骞和翟子路，这
有点难选呢。马伯骞和郭麒麟，这也挺难选。但你最开始不是喜欢郭麒麟，欣赏郭麒麟？他谁都喜欢。嗯呢。后来失去了神秘感，对，熟了，主要是就跟咱太像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咱们就是一路人。我已经搁家哭这边的。马伯骞和张晚意，张晚意，我想想，因为张晚意我不认识。你还用认识吗？你不用那么当回事儿，这个我太认真了吧也，真搁这挑呢。明天要领证，今天就得决定。那他万一对我不好，可咋整？你把你家财产分给谁？我想太多了吧也。那马伯骞和雷佳音呢？雷佳音，嗯，我就选雷佳音。哦，雷佳音，你选？选幽默的。雷佳音和大张伟。大张伟。大张伟。哦，真的。大张伟是我在无数个节目里说过，大张伟是我人生的最理想的，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种生活的浪漫。在就是有一点小浪漫在。嗯，那刘畊宏你俩行吗？就他天天带我做操，我就得死。不行，我就得离婚。我行，我行，他行。嗯，你看这里边你哪个还行？那些人呢？我问你啊，我问你，马伯骞和白敬亭。哎呀，娇羞了，突然你咋没问我俩白敬亭啊？白敬亭出现了就没有那些人，是吗？为啥呀？你真的不懂女人，竟然是白敬亭！白敬亭，你念出来，答案呼之欲出，有他妈什么事儿？这里边最是最那啥是白敬亭吗？最理想型，白敬亭，我觉得我白敬亭真的我特别喜欢，他很幽默，好像。其实这里面所有的人里面啊。在我心里最那个谁的是白宇，白宇，就我过两天郭麒麟的新节目哦，我为了见白宇，改老多次时间，有点出息。我无论如何，改多少次我也得飞。本质上咱俩还是一样，谁也别说谁。我上次看见那个贴真姐，我说我求求你，能不能让白宇上一次俺们那个毛血旺？他说行，有宣传期就可以去。你们节目主要是穷，说的也没错。但感觉有一些。你特别渴望跟他成为朋友的人就不敢见，比如白宇是吗？不是白宇，我跟你讲了吗？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张宇，张宇有两次找我去跟他吃饭，我由于近乡情怯我就没去，我就怕在他面前我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样子，我就不敢去。你觉得他得会预设你吗？大家真的是会对他有个预设，就希望你得老幽默了，老幽默了，一说话一个包袱，两句话两个金句吧，还不得呀？但最近那个翟子路很火呀。嗯，对，小翟特别火。啊，他比你小吗？他比我小三岁，他98年的。哦。嗯。拍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辛苦啊？或者是，我想很多网友是很想听的。不辛苦，很开心。不辛苦吗？那部戏拍的真挺开心的，也没有说啥特别大的咖啊，所以就是在一起演戏就很和谐。那么请问你跟哪些大咖不太和谐呢？那我要不做饭去了要吗？弄点乐乐。但你那个剧最开始上的时候太惨了，有点生气看。是你那一共就16集，就想把所有的矛盾全放在前面。嗯，对。哦，这就是那段戏。客户提前来了，我得回去签一下单。我签完就回来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呗。不是和公司请问你家吗？你俩是离婚呢还是？没，我们俩在一起10年没结婚。哎呀，我也得不乐意，你这怎的？是，我过生日都这样了，你就非得工作，那公司没你就不行。哎呀妈，你咋跟他说的词儿都一样啊？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唐蕊。今天宋老师帮我修电脑修到很晚，作为感谢我就过来给他送份宵夜。哎呀妈呀，这你整不过吧？这妹妹整不过，整不过。我要是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竞争对手，我也就歇菜了。我也是，我看到这样的，我直接就，你说、啊、我退出了，我退出了，体面退出，体面给我留点最后的尊严，体面离开。说实话，这妹妹演的也挺好，哦，真气人呐。对，就是我见犹怜。谁来着？李艳曼，特别好的演员。其实我有时候啊，就会替这些演这种角色的女演员觉得非常可怜。对，她吧，还往往不是主角。对，但她又是还是个挺漂亮的女孩，对，还得被骂，还得被骂。我现在还挺想演一个这样，就是表面柔弱的那种哥哥啊，你说那种，哥哥，哥哥是很好啊，这个真整不过，你这个真整不过，哥哥是很好很好的人，真整不过，这话我都说不出来。难道我对哥哥是真心的？哎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就有病了？你推他干什么？
你有那么多话呢怎么？所以在我心里，何宇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我想十年，你说我俩都没结婚，那就是很难，很难，真的就是很难结了。那你俩觉得多长时间适合结婚？感觉就是长了短了都不适合。我是觉得人需要有陪伴，但这个陪伴对我来说，不用非得是爱情。那如果朋友们都各自有了家庭，我看我朋友谈恋爱也挺费劲的。我不知道，特奇怪，我身边人全单身。那不，我身边人都有对象。哦，你真是，我老惨了。嗯呐，万一他们后来再走下一步，那肯定我就上他家搬他家住去。那你得啥样啊？我没眼力见，一点眼见没有，我搬他家住去，完导致他俩常年要不上孩子。这一季从头就聊那个结婚婚爱情，聊到尾春天，真的那好难碰啊，就是很难碰到一个心动对象。那我很容易，但只是对方很难对我心动。对，你还不容易心动啊，见一个动一个，见一个动一个的。我可能动的有点多了，我也就这几天才想谈恋爱，马上进一个新组，忙起来就好了。那不会和不太好，和同剧的演员有感情。我后来分析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演感情戏，你一定要对那个同剧演员动一点真情。是，肯定是一定得动，不动你演出来的就是假的。环境会让人那个啥。对，那我觉得要得学会把戏里戏外还是得分开。也有好的戏里的也可以发展发展。行行，做饭吧，做饭吧。麻辣香锅的做法，它这个一碗是不是就是一碗？不是，一碗得两碗。那快回去点，这些水行不行？过一指就行。那过那应该不用吧？就饭米贼少，咱就不吃香菜根了，是不？香菜根多好吃啊！那洗不干净啊！没事，没有泥就行。这干豆腐我也不切了，到嘴里不都一样吗？而且其实食物本身的味道就很好吃。做饭做得不好的人都这么说。那我也吃不出来，很多时候。给你切点彩椒放里头，切点吧。别太多了，别放多多。咸，你信我的吧？是真的。哎呀，辣椒炒不炒我就没了。来吧！哎呀，我先必须得尝尝我这麻辣香锅。你这是颜色长真挺好，那胡咋的？唯一的缺点啊，有点辣，太辣了。还有百事吗？咱家有百事吗？妈呀，咱家百事囤货可多了，赶紧的来，解辣必须得整点百事粉儿。有清柠的和原味，你想喝哪个？我要无糖的。无糖的，对。哇、哦！哎呀，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欢迎杨子，干杯！啊，这桌菜吃吧，咱家里也太可乐了，赶紧吃来。你这个吧，挺香，吃热了吗？吃啊，这土豆，土豆可烂了，箱子太完整了。不，你俩要的吗？一颗带根儿的，真是，嗯呐，谢谢雪琴。嗯。我觉得香菜打肉都好吃。嗯，那我也是。世界上没有不好吃的香菜。你们如何面对别人对自身身材外貌的评价？苦啊，不行，我老难受了。苦啊，苦，真的。嗯，我刚开始也不行，我刚那个，我最早最早还在大学的时候，当时就一条评论就是骂我丑的，妈，那时候也哭。开始吧，就是心里难受，本来没啥，完你朋友过来关心你，安慰你一句，你没事吧？哇哇！哎呀妈，就完了。我有事，不是还得这样的？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后来就多了，就习惯了。再一个，大学之前，你没有自己的审美观，就是别人说美，说哦这是美，这是美，到后面你就有自己的审美观了。我就觉得，哎，那我老娘这就是美，那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觉得不美，那我觉得这是我认为的美，就所以就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了，都得有那么一段经历。哎，你们会故意在一个就进入到一个场合的时候，先把这个氛围打开吗？就比方说你去拍杂志，杂志方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。哦，是这种啊？哦，那我会故意打开。你是，而且就时机非常关键，你一上来就打开，要不然一会儿已经拍一会儿再打开，过了那个时候了，你就无法张这个嘴了。我会先到那，首先第一件事儿，先骂一句脏话，
这人不装，就是你先骂一句脏话，人家就觉得你不端着。完了我再你不能太脏，不能太脏。这给人都听傻，对，就是非常简单的那种的，就是一些有一点那种科。哎，再加上其实有个好处，咱们都讲东北话，你讲东北话就感觉很亲切。但我有时候说话，人家会觉得，就是他意识不到我在开玩笑。主要毛毛的幽默吧，你得琢磨，不是？毛老师是那个啥，他得别人给他一个口，对，他得冷不丁那一下幽默。然后我这一年一直在上海住来的，我一回北京就是有股想上班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就想工作。我现在一把子期待现在去桃花坞，是吗？太多事儿，他可不期待咋的？你现在就锁定王鹤棣了，咋的？他多小啊，格局打开了。那你行，他那电视剧演的不就是有点小？对呀、啊，弟弟我完全可以接受。他那块虫子多吧？到大大蟑螂啊、哦，会飞的啊、哎！真的，咱家天牛就这么大吗？他那这老大，大天牛，他那翅膀一动呢，就跟直升飞机一样，嗡嗡的。啊咦！我有一天晚上大伙都睡觉了，我加班，我就听外边有直升机的声音，你以为来救你来接我来了？来接我回家了。我说完了，我又往出一探，他就搁那块盘旋呢。我就给武大靖发微信，我说你睡没？他说没有啊。我说太好了，你快接我一下子，我回不去了。阿静说他出来他都怵了一下子，太大了，又大又会飞、就是、又大又快就不行、妈，那老艺术家们咋克服啊？没人怕，就我怕，关键我长得确实不太像怕虫子的样子，所以大家非常震惊。雪琴每次怕的时候感觉贼少女一下子，就啥样啊，那得像拍鬼片儿似的，闹吓人了。我现在跟姐妹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样，看得出来。你整个找着这节目的点了，真的大虫子，就那大帅哥。我脑袋现在还是那只大虫子，他脑袋现在还是王鹤棣。王鹤棣救我！哎呀妈呀，就是那时候，就尤其俩人在那种绝境的环境的时候嘛，那绝境不是你们自己创造的吗？本来人说让穿救生衣，那你有上演那种说杨子我在这儿呢鹤棣，那倒也没有、但是你知道我就这时候还想着，就是害怕也不演上，害怕还每次从水里起来还像芙蓉一样，就一边想哭一边因为从水里出来的头啥很容易狼狈，你还得这样。哎，我那鼻涕啊，你说全是鼻涕，我那都吓得我那手就抓那板都不敢松开，还腾出来一双手把鼻涕擦。那水多深呢？那反正没我头脑瓜顶了，他倒是没不过去，给我没过去了，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我就是被美貌蒙蔽了眼睛，你知道吗？命都不要了。我那天不发了朋友圈吗？我一下就理解了纣王、就是。哎呦我天哪！但纣王也是祸我别人，没祸我自己。我是真是爱演戏，我真是爱演。有人跟你提意见啥的吗？就你周围的人？而且我还会主动问意见。现在这都广受好评吧？还是大部分是好评。他们团队就互相鼓励，真是互相鼓励，好不好也说好。这个我现在都有点存疑了，那能是？那是真实的工作氛围。所有一上来，大家像迪士尼似的，天天夸。哇，好棒啊！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说说话就唱歌吗？啊，那倒没有。就我有时候一化妆完了，我助理在后面，哎呀妈，真美，太好看了，就这种，都是这种。那我当然，我说，我少来吧，但内心就是才数，才数才发现呢。我真不想夸，我也夸我助理、啊。我就可不会夸人的，你教教我怎么夸，我嘴里说不出来好话。你夸奖这个东西是要讲究一个度的，就你要不能说你没事没磕在那硬夸，你要真的发觉到他身上那个优点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个闪光点，但也要说出来，要夸出来。当时存在的闪光点。对。你发现那一刻一定要赶紧夸出来。你现在夸一下要夸。没有。猛住了。一点儿都没有。说有就有了。因为雪琴一点都不挑，做啥吃啥。我谢谢你这闪光点。做啥吃啥。这夸到点子上了。夸到这口径。一点都不事儿。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夸你了。
我说你这衣服挺好看，这也算啊。你上次整头发，我说你这头发，这回头发好看。但你的头发跟上次一样了，我还得夸。你就不用夸我呗，你就不夸我不就完了吗？我觉得不用刻意去想我要怎么夸他。当你真心觉得的时候，你只要说出来就行。这个很重要。大多数人都是，哪怕我心里觉得，哎，你这挺好看的，那不说，我也会这样，就感觉呀，有点。你其实说出来就行了。有点肉麻。嗯，我现在我都老勇敢表达了，我就夸不出口，嘴软。妈，这糖太是那个了，那得老好喝了。嗯呐，而且我这一点油都没放啊，你放心大胆的喝，夸快夸。这个手艺，哎，真的，这还是没学会呀。哎呀，真是油都没放，还这么好吃，哎呀，都不敢想，我寻放油了，是吧？你还别夸了，你这别夸了，你这就在讽刺别人了，你这个。对呀，夸不好就是讽刺。别夸了，别夸了，没事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，你做自己。你看这上学，这是活出自己，活出自己，人就是要做。别整那夸奖人设了也。嗯。哇，那味儿好喝吗？好喝，清柠，这还能画画呢。你想画两笔你就画，我还能画你呢，还现看呢。哎，真挺像，你画得太好了，王老师快点学一下子。画得真挺像，画得太好了。你不能重复别人的。画挺像，挺像，嗯呢。画个雪琴。啊。这就是那个让你干啥你不愿意干的时候的样子，对，一模一样。我那个啥脸好不好？高级脸。我看咋个？欢迎回家，我的朋友。你的照片留在门口，还有鲜花，还有献丑，依然有两个人，一只狗。毛雪汪汪汪，毛雪汪汪汪，一起来闪亮，一起来闪亮。大家好，我是闪亮家族的高秋子。我是闪亮家族的陆虎。我是来自闪亮家族的苏新文。我是闪亮家族的陈毅。我是闪亮家族的谢新瑶。我是闪亮家族的赵让。我是闪亮家族的嘎嘎周英俊。我们的闪亮 CP 毛血旺要歇番，如果觉得无聊的话，不妨来闪亮的日子串串门。欢迎毛毛老师和雪琴老师来闪亮星球串门。等高冷王子在这诚邀大家每周一到周六来闪亮星球做客，串串门做做客，我们陪大家继续快乐，我们会陪你一起延续这份快乐的。等毛雪旺下番回归后，咱们一起 double happy。我们一起等毛雪旺下番回归，接番这段时间的快乐就交给我们去爽吧。在毛雪旺出关之日，就是收获双倍快乐之时。那么在歇番的这段时间，你们要不要想想，会不会让我们闪亮家族的成员们，毛老师、雪琴老师，让我们去找你们玩，可以吗？第二季见。这个视频号，非常的好，是非常的有趣味性，然后有创意，然后我相信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，是吧？因为它非常幽默，对，甚至会比正片还好看。是的。